直接投了。失误是非受迫性，就是对方没有逼到那个程度就失误。好球，定向过人出来，许梦君外线，这个后卫挡开底角有人，漂亮啊！是我这看了这一节呢，虽然说有很多失误啊，这个许梦君左手的攻宽好，国奥这边呢得分的效率明显比第一节慢，看这快攻前场3-2，呵，还行，还有好球。下联赛打了一圈回来之后，确实感硬实了哈，进步了不少。两个人啊，就是这个传统叫26啊，这两个人溜的时机不好。对，许梦君打起来头，好球，好球，看一下，哟呵，好球，没人退手啊，好，哟，漂亮，上来。具有高水平的竞争，然后这个有更多的建议，一点压力都没有了。现在王俊杰抛投，好球，跳不进来，好球，哎呦，出分，哎呦，自由度打开，石德帅这个掩护洞，后卫再给五号位挡下顺，好球，内线怼啊！但是看出来的战术分析，哎，这小孩这个太神了，但是这也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，哦嚯，又上石德帅，双方换人，哇，几口。这个中锋好球，那个换到雷霆了吗？就那个亚历克，真认真。您说这个领先，刚才暂停回来领先。